轩拥有亮眼外形，凭借精湛演技出演了多部八点档，深受观众们的喜爱。近日他收到了一名女网友的私讯，希望和景轩亲自洽谈。得知是与经纪人对话后，对方就以强硬的态度表示，还是想跟景轩亲自洽谈，如果景轩想要越来越好，就要亲自联络他。该名网友接着批评景轩看起来一脸衰样，名字也错得离谱，以后得癌症的几率会很高。对方声称自己从量子力学的角度来看，好的名字会带来好的频率，认为景轩只要改名字就会变好。对此景轩强调自己很尊重任何宗教、命理、星座等派别，但对方的用字措辞让人看了非常不舒服，也无法让人信服他的专业。他呼吁对方多说好话做好事，那其实不需要改名也能改善运途啊。Bye.